继《风云》之后推出嘅翡翠剧场《亲情》，已经喺无线嘅制作分厂举行开镜礼。《亲情》嘅演员阵容庞大，包括周润发、郑裕玲、雪梨、任达华、刘丹、李香琴、白欣石、建关海山、黄树堂等。开镜之前，首先系由助理总经理林志祥上香，咁其他嘅工作人员同埋艺员呢，亦都陆续轮流上香啦。 咁虽然开镜礼时时都有啊，但系艺员同埋工作人员仍然系非常之诚心，祈求拍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嘅。 开镜嘅场面好热闹，咁报界嘅记者当然系唔会放过，一于影翻几张靓相先啦。芝芝啊，喂，嗰日有冇食到烧猪啊？系喎，你估个个都学你咁咪食？哎呀，食我话有啫，不如唔好爆佢哋，睇唔睇到有先啦。<笑><笑> 诶，好啦，亲情咧就喺已经开咗镜啦。咁其实喺4月21号咧就会推出噶。咁我谂我哋好应该同大家介绍下剧里边嘅人物啦。咦，好主意喎，好啊。张活游饰演永康堂药厂董事容怀邦，为人慈祥而有幽默感。刘丹饰演容怀邦嘅个继仔容世坤，为人奸险狡诈，心狠手辣。 白欣饰演容世坤嘅妻子林洁莹，属于贤妻良母型，为人怕事同埋懦弱。雪梨饰演年轻嘅药剂师容家善，系容世坤同埋林洁莹嘅独生女。虽然自细系受到父母嘅娇宠，但系仍然都系养成独立嘅性格嘅。罗兰饰演石启泰嘅二奶容国碧，为人刁蛮泼辣，但系对佢嘅仔石永熙咧就十分痛爱噃。 蓝天饰演嘅石启泰系永康堂嘅总经理，为人精明有生意头脑。任达华饰演嘅石永熙咧系石启泰嘅长子，曾经受过高深嘅教育，对人热诚坦率，但系情感脆弱，受唔起打击嘅。李香琴饰演石启泰嘅原配妻子苏瑞芳，为人乐天知命，不怨天尤人，只系将希望寄托喺佢嘅仔石辉身上。 周润发就系饰演石启泰嘅第二仔石辉啦。由于环境嘅关系，至少养成精叻蛊惑嘅性格，但系佢事母自孝嘅。石坚饰演医馆师傅苏大鹏，性格刚烈，喜恶分明。曾楚林饰演嘅苏伟安系苏大鹏嘅仔，为人乐天，但系性格软弱。黄树棠饰演苏伟安嘅独生子苏达成。 为人老直，不善辞令。关海山就饰演冰室老板周友，为人幽默风趣，但系嗜赌如命。郑裕玲饰演嘅周彤系一个工厂女工，因为自细丧母，与父周友相依为命，所以养成咗佢独立勇敢嘅性格。黄新饰演嘅冯草轩系容怀邦嘅世交，为人乐观而有幽默感。 关菊英饰演冯草轩嘅独生女冯秋敏，为人坦率、胸无城府。好得闲，嗱，我哋已经同观众介绍过关于亲情嘅人物背景啦。阿生阿霞，你哋以后多啲留意下亲情嘅资料，要陆续同观众介绍过。咁又一定啦，我都唔执书啫，我又有两个人咧，想同大家介绍下嘅。咁叻，就系欢乐今宵嘅其中两位主持刘敏仪同埋刘师弟啦。 好难得噶，我哋辛苦咗咁多日，今日先至算做轻松下啫。系啊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个礼拜啊，开足8日工咁滞啊。哇，咁叻抵落你，呢个礼拜何有8日啦吓？而家上帝锡你多啲，俾多1日你啊。咁啊唔系，不过时间唔够用啫。你知啦，我哋又要访问，又要出外景，四围走噶嘛。哦，喂，师弟啊。 我知道仲要翻学噶，咁改咗上嚟，咁你咪仲惨。有阵时都几惨噶，嗱，我又要翻学，又要翻工，啲时间安排得好密噶。不过好在导演体谅我，如果唔系啊，学都冇得翻添噃。喂，林敏仪啊，系，我知道你今次咧就系第一次正式演出电视嘅系嘛？系。喂，咁我想问你个问题啫。
问啊，就系点解你广东话好似唔好正嘅？乜你咁问人噶？唔好意思，系我唔系喺香港长大嘅，我自细就去咗英国。哦，咁点解你会无端端入到电视台做嘢嘅？因为咧，我翻嚟之后咧就做过啲广告片啦，咁发觉我对呢行有咗兴趣，咁就咁啱 TVB 走嚟揾我试欢乐今宵，咁我咪嚟试咯。嗯，其实唔止你第一次咩？阿师弟啊，佢都第一次做欢乐今宵啫嘛。喂，咁你两个人做咗之后咧，觉得有咩感想咁啫？我哋嘅感觉就多咯。你知啦，欢乐今宵现场直播噶嘛，梗系好刺激噶啦，心情梗系紧张啲啦。我咧就喺幕后咧猛喺度读剧本，但系男同事咧就猛喺度讲咸湿笑话引我嚟笑，咁几惨。我冇乜所谓啊，讲真嗰句，我都紧张噶嘛，系冇？咁有人帮我哋开玩笑，轻松下几好咧。但系你唔使激，我哋第时做好咗嗰阵时，做耐咗嗰阵时咧，叻过佢哋。系啊，好，我最欣赏啲充满信心嘅人嘅，星期三嘅欢乐今宵一定会做得好成功噶。梗系啦，你知唔知几多嘢睇啊？哇，啲嘢好睇到啊！呢啲系介绍节目嘅事情咧，就唔使劳烦你哋嘅。咁大个 K 一百记者喺度，留翻俾我做都得啩。好，大学晒。哇，系阿丽系几抵锡噶吓，好乖吓，忙紧发达容易揾食难咧，仲去访问 EYT 嘅新成员吓，我仲话抢住报道节目，好啊好啊，抵赞抵赞抵赞，咁啦嗱，既然你咁抵赞咯，我又有一个提议啫，咩提议？咩提议啊？咁我哋一於俾個機會阿黎，俾個機會我獎我，係係，多謝你喎。嗱，你頭先應承過請我哋食魚蛋粉啊、雲吞麵咁啊嘛，而家我哋一於俾個機會你，等你實踐你嘅諾言，咁唔好咩？係喎，係咪好多謝曬你請你，難得你咁上面，我梗係好歡迎啦，係咪？啊，我啱啱準備咗一啲好特別嘅魚蛋啊，可以請你食嘅，真係真係點樣特別法㗎？係咪特別好食？緊要咯，啲魚蛋。嗱，唔單止隔過幾萬嘢咧，你連貓都唔睺嗰種咧，真係啊！嚟啊，你嚟好少少喎嚇，正話咧，正話抵食，而家抵死啦！請我食嗰啲咁嘅魚蛋喎，我哋一於飛去，好啦，唔好飛去啦，我哋自己去啦嚇。咩講笑就講笑，我真係會請你食啲好好味嘅魚蛋粉嘅，咁咪差唔多，我哋會上面。喂喂喂，不如我哋叫埋師傅去啊，橫掂有人請嘅。係喎，就喺隔離廠啫嘛，電話冇用啊！雖然佢係喺隔離廠，但係佢係準備緊一陣間要出街嘅英國足總杯精選啊嘛，咁佢要做節目點去啫？係喎，英國足總杯精選我爭啲唔記得咗。嗱，我諗你個個咧都好心急，想知道進入英國足總杯嗰八強係邊幾個？咁咧我就啱啱揾到曬啲資料俾你聽下。嗱，慢慢話俾你知啊。咁咧就係包括有愛華頓啦、葉士域治、熱刺、利物浦、威福特、阿仙奴，仲有咧就係韋斯咸同埋亞士東維拉嘅。咁如果大家想知道咧，呢八強係點樣可以再進入四強嘅一啲精彩過程咧，咁就千祈唔好錯過英國足總杯精選啦。嗯，好啦，咁不如咁啦，而家我哋咧就宣布收工，去食咗飯先，一陣間再打電話叫何必出嚟請食宵夜，好唔好？好，我講聲俾佢聽先啦，等佢準備下都好。喺隔離。